哎，都放哪里了？在房间里。人都换了，这扇门却还是老样子。沈震岳呀，沈震岳，你天天防贼一样的防着我，从来就没有把我当成一家人。现在怎么样？沈氏还不照样落在我的手里？哼，君子报仇，十年不晚。该死的沈老头，你日日刁难我，可我忍下来。哼，还有沈亦如。在你临死之前，我终于可以说出我心里的痛，让你知道你带给我的奇耻大辱。我跟你订婚的那天晚上，你跟欧海洋都干了些什么？你忘了吗？你糊弄了什么？我很生气，后来我喝了好多酒，后来我就睡着了，后来早上醒来的时候，你就在我身边啊！你和我在一起？哦，对了，我忘记了，你想不起来了。好，我现在帮你回想一下，那天早上。你是和欧海洋睡在一张床上，是我偷偷的把你从欧海洋身边抱回房间的。结果你和欧海洋，你们俩生下了沈长清，给我带来一生的奇耻大辱。怀三，我好难受，快叫医生！快！我忍了二十多年。长青在我面前跑来跑去的叫我爸爸，我都会想起，他是你和欧海洋生下的孽种，是我的心头刺。这些年，我为什么和丁雅琴藕断丝连？就是因为，他帮我生下的女儿是我潘美心的亲骨肉。沈亦如，如果你不是沈家的小姐，我根本就不会娶你。沈亦如，每当看到你那张贤良淑德的脸，我就会想起你带给我的刻骨之痛。小姐。想要毁掉我的一切，哼，这个不自量力的东西，都是他咎由自取。欧海洋，沈亦如，你们还不是栽在我手里了，成全了你们这对亡命鸳鸯，你们还真该感谢我呢。哎，哈哈哈哈哈送给沈小姐。喂，有件事情要你去查一下。这怎么回事啊？
后面那辆车跟了我迷路了。回家了，我们直接去机场吧。嗯，好。老板，这飞机是不是晚点了呀？怎么还没出来？没事，等吧。终于见到你了，想死我了。容妈，没有想到你会来深圳看我，真是太好了。老板，好像是沈小姐。容妈，把车钥匙留给我，你回去搭另外一辆车，等会儿送客户去酒店。好的，老板。来，长青。容妈。容妈，你一定会没事的。老板，下面怎么办？跟着他。哦，明白。医生，容妈她怎么样了？病人的生命体征正在消失，情况不是很乐观。容妈，容妈。容妈，容妈，你醒了。容妈，你想说什么？容妈，你才刚见到长青不是吗？你才刚刚见到长青，怎么会不行呢？你一定会没事的，肯定没事的啊，没事。我有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，你一定听清楚啊。好，你说，你说。生父是海洋。容妈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欧叔叔，我亲啊。儿子的，伤害你妈妈的，也是他。你是说？是爸爸，是爸爸。长青，你要小心，刚才是他派车子跟着我到这里。容妈，你是说爸爸他不是你爸爸。
是你的仇人，你要小心，他不会放过你的，我不能再找。照顾你了。喂，老板，肉妈出车祸了。